选手表现大失常，导师现场残酷批判。台东是接近世界最近的距离，题目第一句就讲错了。讲第二次还是错，所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哦。在不仅如此的过程当中，可以分享一件事情。我跟你说，你刚刚简直就是废话演讲比赛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失败。周六晚间10点，锁定东森综合台，谁与争锋。